追踪自出道以来，一举一动都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，也是媒体们常跟拍的对象。然而近日柯震东竟主动向跟拍的媒体大吐苦水。根据《镜周刊》报道指出，在17日凌晨，柯震东看见跟拍的媒体竟然友善地向对方挥手，之后更敲了车窗，用无辜的语气说道：“可不可以顺路送我回家？”记者也答应了。然而在车上说到女友话题，柯震东表示，如果真的有，自己会大方承认。更说到因为是艺人身份，反而更难交到女朋友。而柯震东也坦言：“我认真需要真友。”更直说，圈内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，突如其来的真性情让跟拍记者吓了一大跳啊。